我们看例题三，他说某放射性元素哈，经过两年以后，它的强度变为原来的1/16。他们说若该元素再经过一年，就是从头到尾是经过3年，那么它的强度变为原来的几倍了？好，那么现在来看哈，这个半衰期的公式哈，一除以零哈，这是等于1/2的。T 分之小 T， 现在经过两年的话，变成1/16，也就是说哈，这是1/2的，经过两年 ，T 分之两年了，这是等于1/16，那就等到这是等于，1/4的平方，是不是16？所以我就知道哈，两边开根号，哦，两边开平方嘛，这是 T 分之一呢，这是等于1/4。好，那问说经过三年的话就是除以10，经过三年 ，T 分1/2啊，1/2的 T 分之3年，这个是强度变得原来几分之几？那这等是1/2的 T 分之一的3次方嘛，是吧？这是1/4的3次方嘛。哦，所以这是64/64啊，所以强度变为原来的64/64。